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就是广东都是用去出生那块子啥的不？啊，不叫广东用广东啥的。啊，有有。爷爷把，啊，从那爬马车把留下来，啊，过缅甸，他们缅甸爬的新罗一般，啊，那个卡面是，有有有，缅甸爬来的不？有有，嗯，这就是您说的鞋是您自己做的是吗？他们的这些，我们从南沟叫些那我里来的，什么？啊。就觉得，哎，怎么用藏语说很漂亮？奶奶很漂亮。您请吗？您请吗？啊，您请吗？您请吗？您请吗？奶奶说不漂亮。啦啦西么嗦哒，呀啦查么嗦哒，啦查苏扎咩咩，啦啦西么嗦，啦查苏扎咩咩，呀啦查么嗦。这是建哥的歌词哦，建哥的歌词是，你看，嗯，他就是以前是没有教材嘛，都是人传人这样。咱们拿，我们记哪个年份了？嗯，我们咱们拿，嗯，哦，都是您自己记下来的，就是跟着爷爷。那比妈妈着急的了没？你不得他，我兄弟呀，你人家当给来的。哦。啊，心里没有说，公家的我必须的。但是包根据我们就到那也买过，以前包几个，我到那看过有嘞，那修过不来到那也反正就到那当去了。啊，有有。我的包胸上的。啊，有有。A cheerful Gompo Arrow song fills the air as my cultural journey here in Ninchi nears its end. No matter if it's been awarded the prestigious titl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r not, you can feel the way Tibetan culture is being an integral part in every aspect of life here. So, is Tibetan culture facing an existential threat? It seems to me that this is an issue worth rethinking.